装好纸哦。哎，你们两个，这个都是你们丢的吗？谁丢垃圾啊？你才垃圾。什么？我发誓，我改变这个世界。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要不要加我们减速小组吗？减速小组，呵啦。要不要来参加减速活动？小减速活动，来啊，堂哥哟！这回来啊，不怕虎啊！你谁呀、啊？是不是想加入我们减速活动啊？谁夸？要不要加入我们减速团队？刷刷减速团队，有好康的哦！来妹。减速党的同胞们，我们今天讨论要怎么样减速，大家有什么想法吗？因为你们减速，那个运动会都吃到超多的塑胶，不知道在塑胶几点。哎，我们可以在运动会的时候办减速活动，好主意耶！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运动会举办一个减速比赛，能让那些参加的班级趁他们吃到的热食量，这样搞不好就可以让他们减少塑胶使用量呢。好主意，好主意。那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们可以在晨读学信单里面加上减速的文章啊。我不知道你这么聪明耶。好啊，那我们等一下去找主任还有老师们讨论学习单还有运动会的事情吧。Go Go Go！ 我觉得自己听过。老师好，就是我们想要把减速议题加入晨读学习单。什么减速议题？减少塑胶。就是我们想要在运动会的时候办一个减速比赛，怎么办？就是